以为周海媚、卢平同一个年龄段的人，就是放到现在他们的演技也是吊打某些当红女星，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人物，都有着各自的代表作。现在不说演技，就只讨论颜值，也是秒杀小花的。在现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里，大多数的女星颜值都有点崩塌了，而且或多或少脸上动刀的痕迹很明显。他们三个人都不是现在认可的标准美女脸，可就是有着不一样的韵味，让你看了就忘不了他们。当然三个人成名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傅艺伟14岁就幸运地进入了娱乐圈，在21岁的时候初露头角，直到26岁时饰演苏妲己的时候一夜成名。他将苏妲己的柔与媚、清纯与妖娆展示的完美，让很多人记住了他。看到他这样勾人的眼神，一不留神就掉入他的圈套之中。不过很多人都愿意记得这样的他。卢平听到这个名字大概还不知道说的是谁吧。在这三人之中，观众看的最多的却不怎么名气大的一位老戏骨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和刘晓庆演对手戏，饰演上官婉儿，智慧与美貌并存的一个人。他的每一部剧你不记得，但是电视剧是看过的。30岁的时候出演胡雪岩里的瑞杰，35岁的时候大宅门里的黄春，在这一年又演了康熙王朝中的苏麻喇姑，这些角色都是经典之作。看到30多岁的他还如此高颜值，让现在的小花们打脸了吧。周海媚就像她的名字一样，看着就很舒服，没有和同龄人一样做也是自然的老去，颜值和气质仍在。她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周芷若，不过在周芷若之前，她在《义不容情》中饰演的李华也是让大家难以忘怀的。如果说他们这三个人代表着三种气质，无论哪一种都是现在的女星学出来的。很多网友都在怀念以前的剧，以前的一些明星，不仅仅是因为有辨识度，还有他们的演技。看看以前再看看现在，很多网友说就知道现在的女星有多强。